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，有因有缘，世间相聚。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个缘分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一个村落，村庄，这里边的村庄的人呢都非常的铁齿。什么叫铁齿啊？牙齿是铁的，就是说了怎么样也敲不动啊，不肯相信的，不肯信佛法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信佛好啊，他总讲出一道道理，就铁齿，牙齿像钢铁一样，啊，不信善恶报应，要度他们，可以说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。释迦牟尼佛，他就嘱咐目犍连尊者去跟他们说法。目犍连大家知道啊，神通的。佛陀有十大弟子在身边，很厉害了，去度他们。果然呐、啊，目犍连尊者啊，一去一跟他们说佛法啊，他们很欢迎哦，很能信受啊，马上接受啊。之后那个村落的人全部信佛了啦。弟子们非常迷惑了，哎，佛陀啊，为什么目犍连尊者他去了行，佛陀你去都不行啊？啊，目犍连他什么缘分呢？啊，佛陀就告诉他，佛陀他很喜欢跟人家讲因果，就是过去因果。啊，过去目犍连尊者曾是一个樵夫，有一天在山上捡柴的时候，惊动了树上的蜜蜂，全部的飞起来。那些蜜蜂非常的生气，一个个要咬人一般，啊，滋，咬人呢、啊，很厉害的。樵夫就跟这些蜜蜂讲了：“你们不要生气啊，你们都有佛性的，将来你们也能成佛呀。以后我得道的时候，我先来救度你们。”我告诉你，你们家里如果有很长的一堆蚂蚁在爬，你真的跟他讲话他就爬走了。你们不要以为啊，跟你说啊，都有佛性的，不要小看了、啊、众生啊。这样过了几世之后，那位樵夫已经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修行开悟，正果得道，那么就是目犍连尊者啊。那些蜜蜂呢，因为在同一的一个蜂巢里面啊，都有六亲眷属的因缘。蜜蜂如果都聚在一起，就是啊，讲了小一点蜜蜂，讲了大的不就是跟人六亲眷属一样吗？然后呢，做人的果报一到，他们居然在同一个村落里面全部变成人出世了，大家都生出来了。由于目犍连尊者过去是跟他们结了善缘，结了这个互相得度的缘分，所以目犍连尊者一来就受到他们村里的人的欢迎，所讲的佛法他们全部的信受。大家知道什么叫信受吗？相信接受。我们人跟什么样的人有缘分，你就会跟什么样的人结为夫妻。有的时候做父子，做兄弟，做六亲眷属，或者朋友，做朋友可以出生在这个地球上，有的时候是同一个国家，有的是同一个城市，有的是同一个村落，甚至同一个家庭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善待自己身边的人，他今天在你身边出现，一定跟你前世有缘分的。所以要善待，善待就是说哪怕他对你不好，前世你也要跟他善待，哪怕你看着他很讨厌的，你也要给他吃点东西啊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过去的缘分。那个缘不管是善的恶的，但是缘一定会汇合的，恶缘也会相交，善缘也会合在一起。所以不要去管善缘恶缘，是缘分就要善待它啊，善待。俗话说夫妻是前缘，
善缘恶缘无缘不合，父子缘宿债，就是爸爸跟儿子啊都是欠债还债的，讨债还债，有债才来呀、啊。所以济公活佛，你看他走到哪里，他能看到。哎呀，你们这对夫妻啊，前世你是外婆，他是外孙呐、啊。啊，你这对夫妻啊，你过去啊，你煮在锅子里的那个鸭是你的外公啊，他全能看出来。所以你们要记住，你们今天身边所有的人，全部都是缘分所为，缘分。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啊，好好的努力。好，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。